一共有三个色哦，还有做到这个条纹款，条纹款是11色，然后这个是黑色01色，还有白色，白底是黑领子，它都做到就是领子跟身体有做到撞色。长版哦，请你们务必把握时间加单。前面的老鼠是电绣，是电绣的，很可爱。然后背面的老鼠是硬图，背面的老鼠是硬图。然后因为它是印在 Polo 衫上面，我觉得它的印工也是很有水准，不会厚厚，然后就是有颗粒感的感觉都没有，质感很好。外面还是有点这样子，就是网状布的手感，但是内里是超棉的，等于是它贴近皮肤的那一块啊，是很棉，然后是像是柔柔滑滑的感觉。尺寸的话，应该到2L没问题。对，可以哦，尺寸2L。而且它下摆两侧是有做到开叉的，所以你要搭裤子没有任何问题。S 到2L都没问题。对，它会有一点微透，就是你穿肤色内衣。对。好，不然就买黑色，黑色是看不到的。它这边领口有两颗扣子是针扣，所以你们可以穿 feeling， 也可以穿就是扣起来的感觉。Polo 衫里面来讲，是真的已经算是透气跟很棉的。